婚需要应请迄个证书，让我出来办一个实在做料理，那该办什么才好呢？啊对啊，我有将各国的宗室书内底摕一挂书出来看，正好摕来参考一下。主要是介绍雕像是后山迄张怎样烧拢无味的雕像，看伊怎样讲。雕像秀笔如雾，都其山阴日上寒，火气焚烧，有风阴之味。怎是这样？令我不归点起来，冷风寸寸，温温带煞。该来的骗不了，我真无希望跟你动手。能等到十年以离开，天下依旧惦记过往情谊。所以我无奈问一句：你究竟是谁？如你所见，人格非常君，那就用你的武功来证明吧。无奈。来吧！急急急急！天下诡异必杀，人格非常君到底是真是假？诡异之术金之人到底是谁？一条说永回昆仑山，武林中开启新局，地名不新闻，有你进行所有的物质救援，九天玄尊真是第十忙，有第一连串精彩后续，请继续收看我们的报名。霹雳天明之神魔高峰第一波，至极第二十六章，人格之谜。